Thank you.
今次是我第一次这样的形式跟你打招呼。哦，大家好，맛있어맛있어가뭐예요好好美，美味しい。在韓國生活比想象中更加有趣，有很多第一次接觸的事物，也都有很多新的感受。在韓國生活比想象中一點都不會覺得寂寞，因為我一直都有很多成員陪伴在我身邊。我現在是練習室啊，我想跟你們介紹一下我們的成員。不好意思，我們第一成員天之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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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第二呢，跟住佢系我哋第二个成员，系一个非常之活泼嘅成员，即系好搞笑啦，好中意开玩笑啦。你好，你好，佢系我哋第三个成员。有时候见到啲成员笑得咁开心，我都会有啲羡慕噶。但是同成员一起生活之后，现在我都可以笑得很开心了，好像以前的记忆翻翻晒来咁。你好，你好，你揾我哋噶？天真同香姐翻学的时候，黑色有时都会带埋我出去玩噶。真的哦，我哋要买多个零点，佢嗰只个最好啦。선생님이 가서 밥도 주고 가셨는데 진짜 밥도 주지 않았어요.
그렇게 해줘.